生活中的我乐观开朗，神经比较大条，自己有闲暇的时间的话会做一些小创意的产品。以后的梦想是有一份高营养的工作，高品质的生活和高修养的自己，在庞大的城市里能有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。谭启飞，女，25岁，山东人，曲阜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。涂磊老师好。大家好，我叫谭启飞，2014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，有两份工作经历，第一份在青岛交通银行，第一个月业绩达到10000以上。第二份工作是辅助领导完成大项目的一个销售，以及方案、效果图、宣传视频的制作。今天来到非你莫属，希望找到一份有关于影视销售或者是其他 boss 们认为我适合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你好，涂老师。是一个新生的军训教官。是的。你有多高啊？净身高1.75米。净身高1.75米，你怎么可以长这么高呢？我们那个团队都是这么高，都是这么高，这是标准。是是是。你今天为什么穿一身的红啊？今天是8.1专场嘛，中国红不但能衬托出东方女性的肤色，而且还对那个还很符合这个场，我觉得很符合。为什么有些人穿红这么好看，有些人穿红那么难看？你是说我穿红难看吗？哎，聪明，涂磊就这个意思。困住了。长得高，骨架大，然后来了北京之后，因为男朋友照顾得好，也发福了。男朋友有多高啊？我男朋友1.9米。哦，在那儿。你们俩回去别应聘算了。所以你们是按照道理来说，应该是高配矮，美配丑，才符合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嘛？你们把优势资源全都垄断了，让我们怎么活？没有，涂磊老师，你在我心里最帅，是吧？不瞎侃了，你男朋友脸上已经露出不悦的神采啊！1.9米，我可怕挨揍啊！来说一下，这个你曾经是两任的这个新生军训教官，这是需要考的还是选拔出来的？筛选20多个人，然后升旗。这20个人呢是要训练3-4个月，每天都训，就是站军姿啊，然后夹纸啊，还有那个站台阶啊，就是一些基本的，就是军人的一些训练。苦吗？非常苦。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共和国的护旗手，第一届的，参与我们的节目，他说有一次苦到什么程度，就这样正立踏步的时候，踩到一根钉子，直接戳穿了脚背。他还是忍着痛把整个任务完成了，整个军靴都穿通了。我们倒没有那么苦，但是我们就是抬腿要抬半个小时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只就一直这样半个小时。对，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求职？这个平台好啊。哪儿好啊？这个平台？我觉得是公正的。再有一个原因就是，我一直做的是销售，我的专业其实是偏艺术方向的，我非常喜欢它，因为是在青岛，我没有办法从事它，所以我来到这儿就是希望能够用上我自己的销售技术，然后又能够不会放弃我自己，就是说对影视这一块的，对，就是想找这样一个工作，能结合是最好的。你要求薪资多少？5000。5000有地域限制吗？北京。一定要是北京。一定要是北京，因为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找我对象的。谢谢。行，第一轮选择去过来。全流。长得好就是好啊，天生我有才。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？因为我是做影视专业的嘛，我想回归，尽量回归这一块。我从4个视频里每一个视频挑了一部分的那个镜头剪辑，是吧？然后剪辑成一个视频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视频都不是我拍的，但是我搜集的一些高清的视频，然后把它们剪成是这个样子。就是第一个呢，是想表现一个大的城市里面的一个工作状态跟人们的一个生活状态。第二个呢，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个期许。我希望我进入一个高效率、有营养的工作，希望能够有高品质的生活。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就是有一个有修养的自己。大家会看出这是有四个片子
听出来的吗？嗯，我就看出来这是堆砌素材，不知道怎么就能联想到你想表达的这几点。对，而且这跟你的，这是你的想法，这跟你的价值有什么关系的？我们要看的是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。我看的不是你的梦想和你要做什么样的事儿。谁都想往这个高营养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，但是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。你的能力我一点没看出来。我想表达的主题就是在大城市里，人们的一个工作状态是非常高效率的，非常就是说能够有激情的去完成这个业务上的交谈。高效和激情这两个词在里边都没有，除了看出来了是这个穿的比较好，都是这个财神的西装、飞机，对吧？高大上的工作场景。你刚才说的高效怎么体现了在你的影视里面？有的，里面有一个女的，可能就只有五帧的这么一个镜头，很短，但是那个女的是在演讲，而且是以高速的演讲。戴眼镜的，对，小谭，你要不解读的话，我以为是汽车广告前面。你这种不懂艺术的人啊，你不解读都没有看出来。不要问，我是不懂，但是我作为观众，我总能明白吧？呀，库尔特，你懂艺术吗？我觉得我不懂的时候，我可以请教，但我不会用质疑，对吧？我觉得你这一引导很好啊，涂老师就是专业的。你可拉倒吧！其实库尔特，你要是懂艺术的话，先把普通话练好。王以立，王以立。言归正传啊，就是启飞，你想表达的，就像刚刚我们各位 boss 问的是一样的，你通过这个剪辑，你想表达你什么能力？因为就是天生我有才，而不是我有多美，我想要什么生活？其实这几个视频呢，我觉得 boss 们说是简单的堆砌，我觉得不对。这个视频是我前天一个晚上，我从6点开始剪到9点，然后我已经是修改了一次之后的。因为视频我觉得是，就是尤其镜头它该放在哪个位置都是有讲究的。启飞啊，大家已经不认同了，你在这里你没必要去说服，而且你做的是销售，我觉得你不要再谈剪辑了，谈剪辑给你又是减分，那个视频已经减分了，对吧？再掰还是减分，谈谈你销售的能力和你销售的就是以前的业绩，对不对？这个重点谈一下。我倒是想，我倒是想谈一下，不要再被老板倒着走了。尤其是许怀哲，许怀哲，因为他提出过想做影视方面的工作，所以他把这个视频拿出来了。绝对不是做剪辑工作，但是没加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看出他的销售能力。哎，我有一个提议啊，谭启飞，就是因为这个视频我们不再去纠结他做的是好与坏了。好。但是你的求职方向是影视类的这个工作方向，你能不能就这个视频？他作为你给咱们公司做的一个视频剪辑，然后你把它销售出去，我们想看一下你的销售功底到底怎么样。哎，其实刚刚这个题目特别好，对呀、啊，既是跟影视相关，你把这个视频卖出去，相关。你拿着我们公司的广告片，你去卖给尹总，你怎么跟说服他，让咖啡之翼花钱来买你这个视频广告？好，我明白了。你好，尹总。我这边有一个视频，据说是要在非你莫属舞台上播放，然后它有一定的广告效应，有没有就说某个咖啡需要就是这种短暂性的小视频可以做个推广？我这边可以给您做一个。可是我天天都在非你莫属啊，我人都坐这儿，我还需要这个视频吗？如果说您人在这儿，然后就是咱的咖啡又能体现在，说明求职者对您更关注啊。这样的话，您不是可以双面的营销吗？我都不知道你的视频是什么内容，然后我怎么植入？因为在非你莫属舞台上受关注的是12位 boss， 然后我们选手也会受关注，所以说如果选手拿出视频来的话，其实也是对这个一种宣传，如果我们达到双向的宣传的话会更好。就是不能打动我，因为我觉得我更能把咖啡机说得更清楚，你没有具象的东西让我觉得这个植入有价值。刚才那个销售，其实我个人感觉其实点找的挺好的，因为这个视频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自己这个视频的创意本身，而在于这个视频做出来之后能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去播，我觉得这个点找得特别好。那在这个里面的植入我觉得是有效的，可能对尹峰来讲吸引力没那么大，但对我这种一万年说不了一句话的其实是有吸引力的，我觉得所以这个点其实找得蛮对的。来，我们最后听一下专家的意见。王以立，就是刚刚你一直在提到你自己很喜欢媒体，对吧？媒体艺术，但是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并没有看到，起码从我没有看到说你真的对这个有这么热爱啊，你有什么方面能显示出你是这么热爱的不想放弃你的专业？先确认一下到底是喜欢媒体还是影视制作。我喜欢影视这一块。影视的什么？传播制作还是什么？还是策划？到底是什么？影视的什么？还是上镜？ 不是上镜，策划吧，偏策划类这一块。影视幕后的策划。嗯，那如果今天没有与此相关的呢，你接受吗？看 boss 们给我定位应该是怎么样的。别看我们，你不能说我们有什么岗你就将就。我觉得你来北京不是只找你男朋友，你还要在你
未来实现你的梦想，对吧？嗯。所以你要把你的梦想脚踏实地，你得搞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对啊，对吧？说白了，他现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对，说白了，他现在就是想要成功，想要留在北京，想过那样的生活。而且影视行业现在是缺人的阶段，因为这两年刚火爆起来，尤其是影视行业的销售、发行啊、植入啊、广告啊，我觉得你就定义在一个算是学过类似专业的影视方面的销售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定位。对，是这样的，那你就是用到自己的专业，又用到自己的语言沟通能力。不确的，对。啊，来，第二轮选择徐侯林。还有七盏灯，来，梅向荣，商务拓展经理，在北京。好，谢谢。触宝电话的一个广告销售的职位，工作地点在北京。好，谢谢。袁卓，非常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，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，把我送到下一个环节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关于影视销售的问题。好，谢谢袁总。来，雷涛。启飞你好，我想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看过秒拍啊，或者是小开秀？看，我自己一直在玩一直播秒拍，还有那个小开秀。对，其实我今天本来想给大家带一段小开秀的。来，你模仿一下看看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因为我怕冷场嘛，所以我就准备了这么一段，模仿一下宋小宝的。咖啡那个是吧？对。啊。但不是咖啡。皇上劝我雨露均沾。对对对，来吧。跟大家模仿一下，各位 boss 缓解一下气氛。哎，一定要模仿出那贱贱的样子哦。哦哦。自打本宫进宫以来呀，就独得皇上恩宠，这后宫佳丽三千，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。于是我就劝皇上呀，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可皇上非是不听呢。还不，还没有里面的原汁原味儿。我觉得要雷涛弄，雷涛肯定行。雷涛 PK 一下，雷涛讲一段。雷涛表现好。自打我进宫以来呀，就独得皇上恩宠啊！我一直劝皇上呀，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可是皇上便是不听呢。你更有韵味，现场你比他还有韵味。袁卓也应该 PK 一下，不然待会儿怎么赢啊？好，那我也来一个。自打我进宫以来呀，皇上就独宠我一人，我就劝皇上呀，你要雨露均沾，可是皇上呢就是不听呐。你是个婆。来来来来来，继续提供岗位。那我提供给你的职位是一直播的这个商务 BD 云峰。谢谢。两个岗位，第一个是市场策划，还有第二个就是 BD。 咖啡机欢迎你。好，谢谢怡总。石小燕，可以从商务销售开始做，不光是做销售，还可以在这个剧组的这个制作过程中一起进步，有一个职位。好，谢谢。徐怀春，是做企业的品牌影视的植入，做销售岗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七盏灯当中，灭五留二。袁卓、石小燕，谈钱不伤感情。来，把你们的薪酬写好了吗？请揭晓。6000加5000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两位老板？两位老板的工作地点是在哪里？具体哪个区？楼市传播的工作地点是在东直门，三里屯对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影视公司的总部是在南锣鼓巷，但是我们的摄影基地是在顺义和朝阳交界的地方，红砖美术馆。好，那是我们的摄影基地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哇，这么笃定啊。啊，要问一下你男朋友吗？不用。你这么没地位呢？没有。至少也得迟疑一下。没有，看你一眼，看都不看你一眼。没有。行，好，自己做数啊。来，15秒钟。伊利诺伊楼氏集团，或者是谢谢再见。伊利诺伊。这
岗位其实就是结合了我自己的，一个是我专业，另外就是一个销售这一块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利用好我的工作的一个优势，所以我觉得是未来发展是没有问题的，一定是很好的努力干的。